在中国儒学经典《论语》一书中，有一个词曾被提及100多次，那就是君子。可以说，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，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典范。然而，有君子就会有小人，现实生活中，君子与小人的较量无处不在。那么，当我们遭遇小人时，究竟该如何应对？《易经》中的太卦对于君子与小人的相处之道，又有着怎样的诠释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，请继续关注《天下太平》。人类群居以后，他有一些储蓄，就感觉到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还比较轻松愉快。有了越多越多的东西以后，我们就造成了更大的问题，因此就想到人应该怎么办。当然有高明的人就告诉我们，你抬头看看天吧，天道就是人心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可是我们行天道以后，你看我们的历史，它有太平的时候，也有动乱的时候，经常都是一治一乱，一治一乱，而且还是乱多治少。那是不是天道出了问题呢？我们就来看看太卦跟匹卦它是怎么互动的。这两个卦很有趣啊，它一方面相错对比的很强烈，可是它有相中，就告诉我们太跟匹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，但是它们就好像一个履带一样，太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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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天道对我们人类最严苛的一种考验。因为太了以后你就放松了，放松就匹了，匹了就紧张，紧张就太了，完全是人自己造出来的，不是老天要你这样那样那样，不是，你一太然后你就心广体胖，心广体胖以后脑筋就简单嘛，就这么日子很好过了，伤脑筋叫什么，于是乎很多很多事情你就慢慢忘记了。同时呢，这个君子气概就很强烈，要置人于死地，置谁，置小人于死地。君子只要有置小人于死地这种心情的话，你根本就是小人了。凡是要置别人于死地的人都是小人，所以君子变小人，小人变君子，然后匹太匹太，他永远是这样。我们读这两个卦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最起码嘛，长久一点的持盈保泰，而不要老是这样子动乱了，然后好不容易太平了，他又来了。君子要行正道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你必须要对小人有一套正确的方法，你不能嫉恶如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君子就必定有小人。君子怎么样面对小人？这是我们在这两卦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。君子在古代本有国君之子的意思，因从小便受到理想和人格的规范教育，个人修养堪称楷模，因此君子一词后被引申为才德出众之人的统称，而小人则成为与其对立、具有浓厚讽刺意味的反面角色。
那么君子与小人这一正一反的关系在太卦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？我们先来看太卦。太，它的卦词是什么？小往大来，机亨。易经里面凡是小都是讲阴爻的，大都是讲阳爻的，阳大阴小。为什么？阳以天为代表嘛，阴以地为代表。你只能够在蒙古大草原看到天把地包起来，你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地把天包起来，看不到。当然从某些人的面相里面可以看出来地包天，可以。你看你的牙齿，上面牙齿多半在下面牙齿的外面，天包地。但是有少数人他是地包天，他下面的牙齿他是把上面那一排包在里面。可是我们再从性质里面来看，什么叫做阳？就是它会膨胀的才叫阳。什么叫阴？它会收缩的才叫阴。热胀冷缩就是物理现象。所以你从现在的科学来解释以前的阳大阴小，你会觉得哎呀，古人真了不起啊，他是不是老早做过实验啊，知道这个钢铁啊一碰到热就胀了，一碰到冷他就缩了。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。你看天本来是应该上面的，地本来应该在下面的，这才是自然的一种现象。现在呢，地跑到上面去了，天跑到下面来了，是真的会这样吗？不可能啊，那样人类都不要活了嘛。只是讲那个气在变化。你看我们装冷气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装在上面，你装在下面呢，上面还是热的吧，因为它冷气不会往上走的嘛，冷气一定往下走的，所以冷气机要装在上面。这就叫什么？叫小往，把小的东西往上去装。可是冬天用的那个热水呢，它是放在底下的，因为它热气只能往上走嘛，你不能往在上面，放在上面下面人要冷死了。你从这个现象你也可以了解到，气它是热往上，冷往下。那你如果三个阳的在上面，三个阴的在底下，你就会感觉到阳气往上升，阴气往下降，这叫做天地不交。天地不交就是脾卦。你现在看到太卦，它是阴的三个爻在上面，阳的三个爻在下面，阴的气会往下降，阳的气会往上升，阴阳交泰，那天地的生机啊就充满了，万物就能够顺利的成长。阳它本来在外，现在来到底下，来到底下，所以大的来了，小的往上走了，叫做小往大来。按照易经的道理，太卦的下卦纯阳就代表天，上卦纯阴就代表地，地在上天在下的卦象，虽然违背了大自然的常理，却预示出小往大来，阴阳交泰后，万物勃发，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。那么依循太卦的道理，当我们迈出小往大来的第一步后，君子与小人真的就能和平共处了吗？天下太平
到底是谁的责任呢？你看《元亨利贞》里面，他就有亨，他没有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不是这样子嘛，是我们人要去努力，他才会有泰。如果天地之间，他很自然就让人类永远是美好的，那就无所谓泰，无所谓脾了，因为人就没感觉的嘛。人没有吃过苦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乐？人如果没有受到打击，你怎么知道会有坏人？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认为小人他是为君子而活的，你看不起他有什么用啊？通通没有小人，你怎么证明你是君子？很多人跟我讲，君子会受苦啊，君子很倒霉的，那当然了，你不受苦，你不倒霉，你算君子吗？那你跟小人不是一样？你这样想，你就知道天理是怎么个告诉我们的，那你自然就心平气和。外面虽然不太平，你的心情已经太平了嘛。所以太平不太平是由每一个人自己要做起来的。其实我们只有一句话而已吧，天下太平是天下人共同的责任，天下太平是所有人，包括君子包括小人的目标，你才会完成。如果只是君子的目标，不是小人目标，你是完成不了的。天下太平是所有人共同的理想，这个没有用的，有理想有什么用？为什么说易经老告诉我们责任责任？你读易经如果没有责任的概念，那你读不深入的。天下太平不是理想，否则它永远是理想，它就不会落实。天下太平是大家的责任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而且可以实践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所以第一个，天下太平不是把所有的小人都消灭掉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它永远存在的。第二个，不是说我们君子团结起来来压制小人。其实小人心里好笑，我们本来还没有这么嚣张的，就是因为你团结起来要置我们于死地，所以我们特别的团结，我们特别的嚣张，这才是真相。你如果了解到这样的状况，你就会亨，就会吉利，就会吉祥，否则的话永远是唱高调，永远是受气的。你看这六个爻，初九跟六四是相应的，九二跟六五相应的，九三它也跟上六相应，你看它每一个都相应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所有的君子都有它对应的小人，你不是去消灭它，你不是去征服它，你不去砍合它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只有一条路，去感化它。小人能不能改变？答案是君子绝对改变不了小人，那完了，那天下不能太平了。但是小人他会自己改变，所以为什么说也是小人的责任？只要小人要改变，他就改变了；小人不肯改变，你怎么样都他都不改变。所以天下太平不只是君子的责任，它同时是小人的责任。易经中的太卦告诉我们，天下太平是人类共同的责任。
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，每一个人都肩负着相同的责任，大到社会和谐，小到家庭和睦。正因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责任，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。那么，是不是人类有了责任感，天下就能太平了呢？依循太卦的道理，作为君子的价值究竟该如何体现呢？我们来看彖传怎么说的。太，它是卦名，这个卦叫做太。小往大来，饥亨是什么意思？是看它的卦象。阳本来在上的，现在走到下面来，不是整个天跑下来，而是气来到下面，而阳是大，所以叫做大来。地本来在底下，甚至阴气往上走了，所以叫小往。这样一来，天地气才会交泰，阴阳有对流，它才会生生不息，万物才会得到恒通顺利发展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不管是饭店也好，不管是做什么生意的行号取名呢，只有讲大来，大来钱庄可以，没有人取小往。你如果取个小往李先生，你试试看，有生意才怪。上下交而其之同也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从公司里面看得出来，如果高阶层的人是阳，阳刚，我们很积极，我们目标很正大，我们决策很了不起，然后底下人就阴气一团，因为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嘛。他的意见你不采纳，他心情不好，明明可以做得好了，他就跟你搞乱七八糟。你上面人你不听底下人，那你要怎么做？你就越来越脱离群众了。最后叫做内部沟通不良，就是上下不交，那就是脾卦。凡是底下人很积极，底下的意见都向阳气上升，上面呢他就会根据底下的需要做出正确的决策，那上下通，那就太卦了。内阳而外阴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人呢，要亲近君子，而远小人。你看乾在下，三个爻都是阳刚的，跟我们比较接近，我们多接近君子。而外面呢，外面都是小人。小人你不要去气他，你不要去愤怒。现在年轻人都是要么什么都看不惯，别人都小人，只有你是君子；要么就是说，哎呀，反正就是这样的，跟他们呢同流合污啊，那你也变小人了。这就是不懂太卦了。君子小人他同时存在，你的正确选择就是说，你是君子，我跟你多来往一点；你是小人，我敬而远之。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你，只有我自己做得好，能感动你，使你自己改变。一个小人看到你，他要改变，他就改变了。内健而外顺，我们内部健全，那外面的环境你管不了，你只好去因应它。其实啊，自己有原则，你还必须要因应外面所有的变化。而不是说我认为这样我就应该这样，环境不听你的话的。你骑摩托车该摔到阴沟里面去，你就是摔下去的了。你不愿意，你一百个不愿意，摔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怪你自己啊，你把阴沟拿出来怎么样处理，把它送法办都没有用。内君子而外小人，
你只能管到你家里面的人，我们要做君子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你管不了嘛。你只有一种希望，就是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。其实世界上就是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或者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就是这样一个摇摆不定的一个变化而已。你看社会上君子越来越多，他就越来越安定，小人越来越多，他就越来越混乱。家里面也是一样，心越齐，家又和。开始你猜想我，我猜想你，你骗我，我骗你，那这个家就不成家了嘛，就没有什么家人的感觉了嘛，也没有亲情了嘛。很多事情就像跷跷板一样的，这边高那边低，高低就是这样而已。它是一种形式的变化，而且非常快的。犹太道皮一瞬间，由皮到太其实也蛮快的。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从太到皮远远比皮到太要快。所以太的时候不要太高兴，可能两三天就皮了。你看公司要起来很难，但是当公司哇赚大钱了，记录100大了，三个月之内就不见了，那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续卦段他讲啊，离而泰，然后安，故受之以泰。泰的意思就是安。你只要君子使得小人不安，你就不像君子，天下就不可能太平。我想这是很多君子没有觉悟到的事情。我这么好的啊，都是小人坏的。你只要标榜你好，你就是小人了，你就已经不好。通泰，通泰是要通才能泰，平安，平安是要平才会安。大象传怎么说？天地交泰，后以才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天地相交才会生化万物，天地交泰有它的好处，可是后呢，就是交泰以后呢，以才成天地之道，就开始有很多变化，而你从这些变化，从各种的错综复杂的问题，你来看什么合天地之道，什么不合天地之道，你才有个选择，你才知道你要怎么走。老天是尊重你的，你要做小人你就去做好了，反正最后你自作自受嘛。辅是辅助，人类有责任要辅助使天地能够很顺利的运转。结论就是以左右民，就是你给他相当的辅助，使得民生的发展能够很均衡，大家共享安乐，所以叫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因为独乐乐是不可能天下太平的，不可能的。你再怎么铜墙铁壁啊，你都挡不住外面的压力的，挡不住的。孔子曾说，事而怀居，不足以为是矣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如果只想着自己的小家，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。作为君子，应该怀有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气魄与担当。可见在天下太平的理想面前，君子肩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。
那么当君子遭遇小人时，又该如何以大事小化干戈为玉帛呢？你看，我们就讲三阳开泰，阳就是君子，三并不代表三个，就代表这么多的君子，你要开出一个天下太平的局面，这样才叫做三阳开泰。以后听到三阳开泰，不要以为说啊，春天来了，然后马上要一片的这个阳气啊，所有的树木都蓬勃成长啊，不要老想那些，应该想想我们自命为君子，但是你要把责任完成出来，因为你有那么好的名义，结果你没有发挥那么大的效果，你是不是自己很惭愧的？我们要反求诸己，一切一切都反求诸己，因为是君子的责任没有尽好，所以天下才会乱，不是小人当道。小人有什么了不起？如果小人一当道啊，君子就不行了，那君子要自己检讨。文人相亲是君子最大的问题啊。我是君子，我谁都看不上，那就不算君子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要自己以君子自居，也不要说我是君子那别人都是小人，也不要骂社会，也不要骂什么传统，什么都不要骂。我们每一个人脚踏实地去实践天道，然后天天好自己，就叫做反省了。反省我有没有真正走的天道，有没有，这样就够了。越多人越这样，天下太平越容易实现，否则都是唱高调，都是自我标榜，然后都是什么占到便宜的人还卖乖，那这样的人类是不长进的。天本来高高在上，现在跑到底下来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以大事小。你看太卦整个就是以大事小，小人最喜欢人家捧，我就捧你。一个人当你心里很高兴的时候，跟一个人当你心里很愤怒的时候，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状况，一阴一阳啊。当一个人很喜悦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很愤怒的时候，都是最没有抵抗力的时候，都是最没有理性的时候，都是最容易上当的时候。我们君子老是把小人压在底下，那不匹才怪的，他就开始乱了，因为他受到压力，他就很理性，他就开始要保护他自己了，他就很团结了。假定君子懂得太卦，他就把他捧得高高的。这个在爻里面呢，我们可以感受很深。你是我的老板，你明明是个小人，可是如果因为你是小人，所以我就跟你对抗，我就不理你，那我也是小人，我也变小人了，我还有什么资格影响你？所以很简单嘛，你是我的老板，就算你是小人，只要你的命令是正确的，我就会去执行。如果我的老板是君子，只要他的命令是错误的，我就是不执行，这样才叫做君子嘛。所以一个人要过太平盛世，第一个要觉悟，君子的责任远大于小人，要不然你有什么叫大的？他为什么叫小呢？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认真的来谈一谈君子的责任。谢谢。